带狗狗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什么体验？进商场了，好多小伙伴呀，妈妈说他们好可爱，我也很可爱的好吧，怎么还撞衫了呀？哎呦，还有个智能扫地机，终于进去看电影了，给我也吃颗爆米花。电影开始了，妹妹看得好认真，她能看懂吗？我的眼里只有妈妈手里的爆米花。最后我是在妈妈怀里看完的电影，妈妈说下次一定要给我买张票。